Yep, let me go. That's a fun one.效果应该可以吧？什么鬼？选一个普通难度。 这是不利。这个关键真的有点凶啊！叫什么？不是，这是开局而已。开局就怎么那样？不，他可以选很简单难度吗？不是，这还难吗？这是那个 normal 难度。我主要是演示你整那么难干啥呀？待会自己打不过去。 打一半天，那别人早就那个了，是不？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忍者，他很帅，他是个改造人。我能问一下吧，你这个录音呢？好吧，没事。我说，好吧，那就下去了，拜拜。那个瞬间弹反下去。结果发现写太难不赚钱，搞这个。 主播才赚钱，这种东西还是那个，有些时候你装逼搞吧，就感觉没效果，就是还是要专业一点就是。可以，这段剧情可以看一下。你机器人吗？改造人，就是他脑袋是人类的脑袋，然后身体几乎都被改造成机器的。 就是那个军事嘛。靠，这个机器震动的有点夸张。龙哥，我坐一会儿啊。不是，等等，我录一下视频。 空气了，没有啊！我打人家的头呢，你看我打他的牙齿，哦，他撞我，哎，刚刚没有那个挡住，刚要是挡住的话会那个触发，特别攻击，他一两步跑后面。 哎呀，完了，完了，最后待会死了怎么办？多尴尬！ 你机子在抖吗？
对，它在震动那种，这个震动做的不好，乱抖，抖得有点夸张。没有，我觉得他要那个，然后完了，来一场水平，要准备打死。哎，翻车了，翻车了。触发了这个，对，就是瞬时，不是不是，我的意思，触发这个退这个攻击之后，你还用操作吗？肯定要操作，你要砍，就是不砍会怎样？他跳上去就不动，会被砸下来。哎呦，那个家伙竟然在发呆。普通的话，他就会那个掉下来，被他打下来。这里还有很多连招发不出来，因为是刚开始，它有很多连招。他打得太快了，所以招单还没招呢。我踩就倒了单，不定穿。而且他还是穿着高跟鞋的，你们这样说。这里要躲避导弹。
可能会被打成倒下来的。你猜这是多少年前的游戏？去了吧，去吧，真的。